3万块钱的莫西沙干出来，能不能干到7万8万，甚至干到6位数？今天没什么人啊，志哥。今天周日啊。周日哦哦，缅甸人都不开门了。对，好多没开，你看都是关着门是吧？啊。老板仔。老板仔。我爬嘛，很难敲碗的。你是老板娘的。是。是客人。哦。就是他那个老板心有点大。心有点大。放着几千万的料子，管都不管。哇，九哥。坐坐坐。来。这你的店啊？啊，你什么时候来的瑞丽啊？有一段时间了吧。哇，兄弟们还记不记得在盈江吗？在盈江。嗯，哇，我们在盈江帮九哥也卖了好多货的啊。卖了不少。还有在盈江市场，我们在市场直播，还记得吧？啊，我靠，我九哥，九哥老出名了，很多车友都认识，是吧？对，周末都逛过来了。对啊，你周末也开门啊？没事嘛，一个人又没什么事情嘛，就在这里其实喝喝茶嘛。对，其实我没看，我出来了我才发现好多门没开嘛。对呀、啊，我一看周日哇，对，好多都没开门的嘛。今天 对没开。你那什么货？莫西沙，我正想研究看是不是把它擦掉。莫西沙，嗯，能擦吧应该。20左右。我研究一下。现在没有。很多脆友我发现啊。他嘴上说着哎我很喜欢翡翠，但是真正你说这种料子到他手上啊，他研究不清楚，研究不明白。这料子给大家说一下啊，真正的正常口的莫西沙，整一个起白雾白嘎，你没看到这个面白雾，这个面白雾包浆的一个质感。这个料子，这种料子典型的莫西沙的一个脱沙料啊，但是他没有说脱得特别厉害。那这个料子明显的莫西沙，这种我们讲的10个莫西沙9个冰飘花啊，这里兰花看得到，所以这种料子里面大概率是有花的，兰花的，典型的莫西沙兰花。但是有一个小细节是什么，兄弟们，这个料子啊，看得到吗？这是那什么雪花？嘿，可以啊，这小眼力劲儿啊，这懂货的人啊，我就是想擦它，就是因为这个原因。多少钱？多少钱？我想擦。有风险的，这种有可能啊，是吧？粘的情况要赌，我比较看好。你比较看好？嗯，只要底子稍微干净一点点，雪花棉一擦出来，我就大涨。哎，其实底子我觉得是不用担心，这种料子，种还是也是稍微要薄一下的啊。就目前来看是。不用薄了，不用薄了，这种。哎，这个有可能会欠缺一点啊，这种。就差点意思的东西，不怕。但是哇，这样看的话，真的是没毛病，这料子种，破冰打底应该是没问题。多少钱嘛？我来擦嘛。好久没买料子了。我是准备要卖个7-8万呢。7-8万？嗯。7-8万看不到吧，九哥？我已经看到了它擦出来的效果了嘛。啊，你是直接想把擦出来的价格卖给我是吧？小万数吧，小万本钱都不到，你这种话我听多了，本钱都不到。这句话假的，那结巴了，九哥。这种量子随便怎么说，本都是过万的嘛。28000。过万就是小万了。28000，开个账。28000低了一点，低了一点。哎，就凭我们这种关系，我也不是说要拉你。我也感觉稍微低了一点。说实在嘛，倒是这种2万来块钱倒是买不到啊。把灯开一下吧，太黑了。版型也好啊，是吧？棱角分明，方方正正的。白雾了的嘛都。是吧？白雾白嘎，这一边。3万，九哥。开个张喽，多久没见你？是吧？哎，给你吧，反正这样说，我拉你1000，拉你2000，你也给，但是没意思了。作为我们朋友来说，还得是我九哥，还得是我九哥。哎，但是你擦涨了，可能晚上你要给我安排一下吧。那没问题吧？哎，这个肯定是，这个肯定是没有问题的嘛。这种最基本的嘛，老朋友嘛，这个必须安排嘛，是吧？在哪里擦？你是拿回去擦还是在我这里擦？我拿回去擦吧。意思都不给我看一下？看了嘛，我擦完了拿回来给你看。哼，这种呢，肉质也非常的白净啊，兄弟们。是吧？灰卡的特点暴露的
淋漓尽致啊，皮薄肉细，水头长，是吧？底子干净，白净的一个质感，跟天上的月亮。这个多少钱？斤斤价？哪个？这个啊，斤斤价40000。40000，嗯，不开玩笑的价格。还是把我这个开了吧。我、哦、这种料子切还有空间嘞。在这个，是吧？这个，它这一包是选啊，它里面是化色的，这种明显的，看到没有？对。而且一旦内化开来，里面色一化，哦，兄弟们，这种别看它丑啊，就我们讲丑是出奇迹中的。就是显下面的色。嗯。有可能出大惊喜中的，有一说一啊。但是接受不了薄性的，其实不建议玩这种，风险还是大的。价格不高，这种可以玩。你要不要？不玩了，收一个，再收一个。九哥，这个啊，没这真的，这个不用搏了，这个多少钱嘛？真的不用搏了，多少钱嘛？给你15000就行了嘛。15000。啊，行，带走。给你15000就行了。这个给咱们就是我直播间的一些爱搏的催友去搏一搏。这个就有一说一，兄弟们，我会直接跟我的翠微说清楚啊。这种东西就是有空间的东西，但是同样也有了非常大的风险，就是能接受，哎，切一包就切一刀，搏一搏，玩一玩可以了啊。就是别看它这里丑啊，这一包全是选它开的挺深的，你看这侧面开的多深啊，是吧？挖的挺深的，你这一层选直接切掉，一个盖子切，是吧？这里再切一刀，就玩中间这一包了，木纳料子。皮还算挺紧的那样子，是吧？那是风险也大的啊，兄弟们，这有一说一啊，来帮我拿着，我直接转给你啊。可以可以，兄弟耿直了的，感谢感谢，我九哥。Later， 兄弟们，这个店也是我自己的啊，你看这些料子都是我的啊，你看，那有些老朋友应该记得啊，这些老料子，是吧？包括这个春料，是吧？还有这个墨西沙的。这个正经的冰飘花的料子都是张的老熟人，哎，对，还没卖啊。来，我们再研究一下这个料子啊，兄弟们，这个料子真的算是一个缘分啊。那九哥他本来说是准备自己开的啊，但是当然他这个话真假我就不知道了，但是这个料子真可以开啊，大家可以看一下，整一个的白雾白嘎，整一个完全不变种。这种墨西沙呢，其实说白了，兄弟们，它多大的这种弹跳是没有啊，但是起码这种东西一定亏不了，而且有雪花棉，它是非常加分的一个香。刚好师傅也在，好吧，直接把它开了啊，兄弟们，那我们一起期待一下30000块钱的墨西沙干出来，能不能干到70000-80000，甚至干到6位数？好，期待一下。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，哎呦，好看啊，乌漆嘛黑的，对，让师傅看着开就好了。Later， 来，兄弟们，再给大家看一看我们之前开的这个啊，这个木纳料子还在啊。这个你看自然光的这种蓝衣蓝味黑度，看到没有？这个是正经东西啊，甜味、肉质以及这种蓝味，相当之舒服啊。这里有手镯味啊，整一个，这个全擦的过来了。这个料子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啊？当时我们买的时候有已经是开窗料。但是我们又擦了一下嘛啊，扩了，对，又扩了窗，这就是后面扩的那个位置。这个也经常给价的啊，但是也是还没有给到心里面的那种心理价，知道吧？这种表面看得丑啊，对对对，丑得很，一般人可能看不上啊，这种东西就去逛的时候宾馆都不太愿意压灯上去看。嗯，但是没想到压灯还挺吓人的。那这种料子是有空间的，正儿八经这边选厚了一点啊，但是就说其实我卖料子呢，一贯有个习惯啊，我不会去跟你吹，哎，这个东西是吧，有手镯能干手镯能卖10几万啊，是吧？实打实我只能告诉你有空间，但是同样也伴随着风险性，你能接受你就玩。 Later， 来了，兄弟们，新鲜出炉啊，给一点点的光，哇，整一个肉质的这种甜味杠味非常足啊。雪花棉目前来看进的并不多啊，因为皮壳上的表现呢也并不是很多，但是还是有，看到没有，这里点点点点的，因为现在开的还不够大啊，其实这边对窗完全可以整起来，这里其实种是最好的啊，目前来看该有的蓝杠位什么的都有了啊。对，花是有的，花就是你说这种东西未来去切里面花是稳稳有的，是吧？其实我现在随便放在店里啊，
这种东西基本上都能够给得到接近5万的价格。但是其实还是那句话，兄弟们，可能这种品质的东西啊，很多一些翠友可能花着十几万的一个价格去买，兄弟们，其实翡翠你说贵，真的它不贵的，是吧？它看你找到什么样的地方去买了。那这个料子，兄弟们，大家觉得开的怎么样？也欢迎打在评论区，我们一起去探讨一下，好吧？那整一个自然光的这种黑度，是吧？还是看得到的。我们接下来会去把窗再给大家稍微再修一下啊，但是不会说整一个去开的很大啊，因为我们讲的好玉富三家，我们这个盖有的这个神秘感以及它的一个空间感，我们要给它留足，是吧？也便于我们以后出手嘛，是吧？好吧，兄弟们，那我们讲的玩料子啊，你说新手兄弟们选择什么样的料子？那这种莫西沙料子其实就是稳稳当当的啊。小中万的一个价格，你随便去玩，整一个全熟是吧？整一个脱沙的这种莫西沙，好吧，兄弟们，那玩翡翠真的要么识人，要么识玉，那记得给小智点个赞，好吧，我们下期再见啊，拜拜。